已经下去救萝卜了，萝卜一定会没事的。你现在要听我的话，保存体力，一会儿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，不然你会被冻坏的。萝卜，萝卜。 跑不开这块冰，我得把他救出来。松飞，你冷静点。松飞，这股是谁怎么治啊？你还有别的办法？松飞，罗本出事了，我不想救他吗？可是这病能太厚了，我们刨不开这块冰。松飞，松飞，现在罗本出事了，你得拿主意。